都要多謝金爺爺 Alan， 多謝你的邀請，多謝曬，你掌聲我哋嘅老闆先。Okay， 大陽城酒家好耐冇嚟講聲下，我有成三年冇嚟啦。哇！咁今次翻嚟喺度呢幾日感覺點先？我好似翻咗去我第二個屋企咁啦。哇！嗱，點解咧？馬來西亞咧對我嚟講係一個福地嚟嘅。嗯哼。我記得咧，我十六歲嘅時候咧，我就嚟過新星馬度咧，係隨便登台。咁嗰時咧就係姑娘十八朵花，同埋廣播皇后，就係嗰一次嚟到登台之後咧，翻到去香港咧就榮升為女主角啦。因為咧，你知咧，當年咧，星馬咧係香港一個粵語片好大嘅市場。咁我嗰陣時嚟到有阿 Google 啦。咁啊，唱《銀珠萬克》啊，《Woody Bully》啊，你知道我唱歌又叻嘅啦嚇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俾啲掌聲啊，不如，唔使講啦。我又中意跳舞啦，咁就好受歡迎。咁啊，哇！啲製片家就知道之後，哇！我哋一定要買《Sit Ka Yin》嘅片。咁所以咧，我一翻去就接到十一套片，都係女主角。哇！咁你話我係咪？馬來西亞是我的福地啊！當然嚟啦 ！OK， 咁啊，好開心啦！聽到嘉燕姐的笑聲我相信大家就已經係好開心咧。仲有就係，你知啊，過年你見到嘉燕姐啊，好運一定嚟嘅，係嘛？係嘛？每個人見到我都覺得好似係過年咁啊！所以我覺得咧，金爺爺個老闆啊 ，Alan 咧，好有諗頭，係好有遠見，好叻仔，因為咧。破年嘅禮品點可以少到啊好意啊，係咪啊？好意啊！好意嘛，豪意豪冤啊！即係件嘢咯，好運係嘛？跟住仲有金時寶品好多燕喎，有個燕字喎。係。家燕姐又中意食燕喎，你話有咩？啲天作之合嚟㗎啦，係咪先？冇錯。咁啊，直頭一千超十二年啦。